总感觉巨无霸娶了大 S 之后，像极了掉进了盘丝洞的唐僧。 S 家的女人们都很期待巨无霸，身为妹妹的小 S 第一时间送上祝福，恭喜姐姐再寻得真爱。20年前因为种种原因两人没能在一起，现在年纪大了，可以有自由选择真爱的权利。在两人都是单身的情况下，大 S 二婚也在情理之中，更何况巨无霸单身20年，就等这一天与大 S 再续前缘。巨无霸虽然已经年过半百，但保养得非常好，身上还有8块腹肌，脸上的胡子显得更成熟一点。大 S 非常满意新老公，现在巨无霸也搬到大 S 家居住，两人结婚之后也终于见上面，再也不隔着手机视频聊天。隔离出来那天，小 S 比大 S 还要兴奋。那么小 S 多喜欢新姐夫具俊晔，就在自己的豪宅中劲歌辣舞庆祝巨无霸终于与大 S 见面，再也不是分隔两地。大 S 都看傻眼，此前小 S 就直播唱具俊晔的新歌，由此可见小 S 对新姐夫真的满意。对此小 S 会摸新姐夫的腹肌吗？欢迎留言评论。